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的疗剂呢叫做癫化钾 Caliiodatum Potassium Iodide 癫化钾。在西方的治疗医疗里面呢，很多啲癌症的配方即是坊间用很多，譬如 Hoxie Formula 呢，他们很多时候呢都有这个的那个癫化钾这个成分 Potassium Iodide 是通常一个主要的成分来的。咁睇同类疗法咧，我哋都发现咧，好多时候咧，呢个疗剂咧的亦都可以医好多啲肿瘤同埋癌症嘅。尤其是咧，如果嗰、那个有个梅毒嘅或者嗰、那个肺痨嘅背后个阴影嘅，咁、那个主要嘅症状咧，好多呢啲咁样嘅癌症咧，系主要嘅症状咧，就夜晚黑咧。嗰、那個問題會嚴重嘅，會加劇嘅嚇。即係嗱，如果你遇到一啲癌症嘅病人，咁佢能夠講得俾你聽咧，佢嗰個問題咧係到夜晚黑嗰陣時候咧，佢就會特別差嘅。好啦，咁仲有咧，我哋要了解咧 ，iodine 個癲咧係個通常係怕熱嘅。啊，咁呢個主呢個療劑我叫做嗰個 modalities 啦嚇，即係咩令佢好啲，咩令佢差呢，就通常呢就喐动会好啲嘅，动会好啲嘅，户外空气会好啲嘅。如果差呢就会庆热就会差啦，嗰啲衣服太过暖啦，或者呢个房间太暖呢会差嘅。咁同埋呢係潮湿嘅天气啦，天气嘅转啦转变啦都会差嘅。咁同埋压力会差，触摸会差，冲撞下佢都会差嘅。咁水银啦，有啲即係用咗啲水银，以前嘅古方嘅醫梅毒呢，好多时候都会用水银嘅。咁係海旁会差啦，同埋呢係日落同至到日出，咁即係晚间会差嘅。通常呢就係冻嘅食品唔好啦，尤其是嗰啲牛奶係特别差嘅。咁呢个呢我哋叫做 modalities 啦。咁记住呢呢个疗剂呢其实好多好多嘅应用嘅。咁曾经呢佢哋係醫嗰啲血管瘤
梅毒或者咧嗰个腺体嗰啲肿胀或者结节啊、肿胀啊呢方面嘅啊，同有咧系骨嘅肿胀咧，系骨刺啊呢方面嘅问题。咁风湿啊，颈同埋背脊性嘅风湿啊，特别咧系特别敏感嘅，个人比较虚弱啊，同埋咧系消瘦啊，那个体重会消瘦嘅。咁精神状态咧，通常咧系记忆力差啦，好怕，好容易被啲声音吓亲啦，个人咧就系好不安咧，尤其头痛嗰时候好不安嘅咁样样。咁吓喺个身体各部分咧有佢特别嘅特征啦，譬如咧那个腹部啦，好多时候咧会突然之间痛胀嘅，个背脊咧系嗰个下腰咧细腰嗰度咧就会好尖锐嘅痛，尤其坐嗰阵时候咧个腰部咧会好痛嘅。咁咳咧就通常咧就系嗰个好严重嘅咳，同埋咧系朝头早早上嗰时候会差嘅。眼方面嘅症状咧好多时候咧系梅毒性嘅虹膜炎或者结膜炎啊呢方面啦，咁通常只眼咧系沉咗落去啦，眨眼就好痛嘅吓。咁仲有咧，佢有个面部嗰啲神经痛啊咁样样。咁女性咧就会出现嗰啲子宫嘅肌瘤吓，那个纤维瘤吓，好多不同嘅纤维个纤维瘤嘅。好啦，咁我哋头部咧有时发现咧，佢个头痛咧系好严重嘅头痛，喺只眼上方同埋个鼻梁吓，个鼻即系个鼻心嗰度咧。个底部咧好痛嘅，咁呢个可能咧系因为那个脑膜炎啦，或者咧系嗰个水那个脑积水吓、啊。好啦，咁亦都有系处理嗰个肾炎加上背脊痛都好严重，咁夜晚黑咧就会即系会失禁濑尿啦。咁喺四肢方面咧，就系膝头哥会风湿性嘅水肿。同埋最后咧，系一个好好用，系一个好严重嘅坐骨神经痛嘅。咁呢个坐骨神经痛咧，通常咧系瞓平咧会差嘅。如果系瞓喺一个那个受影响嘅部位，譬如你系左边痛咧嘅坐骨神经痛咧，你就唔可以瞓喺左边嘅。咁同埋坐咧、企啊都唔得嘅。夜晚黑咧就会痛醒佢啦。咁咩令佢舒服啲咧？行路会舒服啲啦。将只嘅屈咧系屈起嚟咧就会舒服啲嘅，咁下肢咧好多时候你有种虫咬针嗰啲蚂蚁咬嘅感觉，尤其坐耐咗个时候啦，咁呢个一个坐骨神经痛一个主要嘅症状咧，就好似我哋嗰个野角好相似嘅，咁但系野角咧通常热敷舒服啦，咁但系呢一个嘅Cali Aldatum 咧呢个嘅个癫化甲咧系通常咧就热敷唔舒服，系冻先至舒服嘅，好啦。另外喺肺嗰方面咧，可以用喺一啲那个哮喘吓，即系好大声呼吸嗰啲哮喘啦，行楼梯咧就会上楼梯咧就会个心会痛起嚟嘅，咁嗰、那个我哋个伤风咧会直接咧好快咧就入嗰个肺嘅吓，咁、吐出嚟嘅痰咧就好似泡，好似番碱泡，绿色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可以出现喺一啲。那个肺炎性的脑膜炎啊，或者是肺膜呢是积水的。咁好啦，男性方面呢都会有前列腺的肿胀啦，仲有呢那个睾丸呢是萎缩啊，导致到呢那个性欲都减低了的。咁鼻哥方面的症状呢是都有那个鼻窦的问题啦，尤其是前额的鼻窦那个那种那个分泌好多啦，咁分泌出嚟咧，通常都系大量又兴又热嘅，咁喺个冬天咧就会令佢差啲嘅，咁亦都有鼻有异味啦，同埋咧系鼻甲咧系有溃疡呢个症状，咁夜晚黑夜晚黑嘅出现那个出汗飙汗啦，好啦，咁仲有一个好用嘅地方咧就系嗰、那个皮肤啦，皮肤系嗰种。严重性的acne 吓，嗰个 rosacea acne 啊，即系嗰个玫瑰痤疮嘅暗疮啦。咁通常咧有啲好粗嘅痘痘啦，咁可能有啲脓疮啦，细细粒个脓疮啦，同埋咧就好痕嘅，当热嗰阵时候会痕嘅，咁有时爆啲脓啊，咁啊。
出現好多啲瘌嚇，咁呢個亦都好好嘅，用喺各呢方面嘅個暗瘡嚇，嚴重嘅座瘡性嘅暗瘡好好用嘅。好啦，咁仲有咧就係睡眠比較差啦嚇呢方面啦，咁同埋仲有一個症狀嚇，都係喺個脷嗰方面嘅，脷有一種上嗰、那個。嗰、那個上皮層嗰啲癌症喺脷嗰方面嘅癌症 ，OK， 咁所以呢個療劑咧，通常咧我哋會用喺啲腫瘤方面啦，女性嘅嗰、那個纖維嗰、那個纖維瘤啦，咁甲狀腺嘅問題，因為佢有個癲嘅成分 ，OK， 咁呢個療劑咧都一個即係都係。中度啦嚇，中度應用得到嘅療劑嚟嘅，咁大家都可以留心一下，會唔會遇到呢個療劑嗰啲病人啦？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喺銅鑼灣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